有鱼就有水，鱼必须要有水才能把生命留下来。有水不一定有鱼，也许这是世间的因缘，自然、无奈与因果。让大鱼把无名不至的心情安定下来，去掉无知的贪嗔痴，力求真善美，宁静致远。从心开始，由心而发，上善若水，厚德载物。生活有个过程，生命有个结局，享受过程还是在乎结局。真正的拥有是当下之以前，当下之以后是无常，梦幻泡影，虚空假象。拥有永远存在，发生的事情不会改变。依你所愿，你情我愿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要懂得处理当下，了断取舍，接受事实与现实。善尽一社义务执行主席拿督司李卓顺发太平绅士与您分享。